Sara， 今年秋季新装真的很良心啊，这几件价格这么低买来绝对赚大了，今年 Sara 真的是放大炫了，这样好看的衣服居然那么便宜，相比较于其他的大牌， Sara 这么是非常的亲民的，而且所有的衣服都非常的时髦，真的非常适合各种风格的小仙女，所以小仙女们今年想要买衣服的话赶快去 Zara 抢好货吧。 Look 1， 背带装，这款黄色的灯芯绒背带裤在秋季看起来非常的温暖，像个小太阳一样让人想要靠近，用百搭的白色长袖作为打底，能将背带裤的设计轮廓表现出来，而且高领的设计能在视觉效果上达到瘦脸的效果，所以相对圆领而言还是高领比较好。那个小仙女没有一款背带裙，一款合适自己的背带裙真的十分减龄。驼色的背带裙是以红白条纹的长袖作为打底，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的有活力，粉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少女气息爆棚，再将头发随意的扎起真的超级可爱呢。 Look 2， 小短裙贝雷帽是最能提升气质的一款帽子，这款黑色毛毡贝雷帽搭配上史努比图案的灰色宽松毛衣真的是非常的淑女了，搭配上短款的弹力腰身裙，阔短的短裙被罩在毛衣下，真正的玩了一把夏意失踪，让女生显得很娇小，激激起男生的保护欲。印花卫衣是比较难驾驭的服饰，因为穿的不对搭配不好就会显得有点非主流的气质，用一件蓝色条纹衬衫打底有种活泼俏皮的感觉，鞋很软呢， A 字裙是灰色调的，和上衣非常的搭配，也是走的夏衣失踪路线，这一款衣服相对于其他的衣服来说有点小贵，但是却非常的显气质，毕竟这套衣服也不太好驾驭，无领的设计也露出精致的锁骨，短裙的设计也显露出腿部的白皙与纤细，大口袋的设计看起来也非常的实用，可以休闲喝下午茶的时候穿着。Look 3， 上衣配下裤，这款粉色的风衣看起来非常的防风呢，在这个秋冬的季节既能防寒又能美化自己，真的是一举两得，搭配百搭的牛仔裤真的是配什么都好看呢，而且牛仔一直是走在潮流顶端的潮流元素，搭配黑白的经典搭配的链条包包真的很时髦了，这款军绿色的衣服真的很帅气了，腰部的绑带设计能将腰部的线条更好的勾勒出来，宽松的黑白条纹阔腿裤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慵懒随性，同一款包包这样一搭配也是毫无违和感，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时尚的碰撞，赚足回头率。 Look 4， 长裙搭配 Zara 的这款长袖看起来非常的普通，毕竟有很多牌子的衣服也是特别简单的拿着牌子的标志作为印花，但是搭配上下半身的彩色裙子真的是很吸引人了，蓝和黄的主色调看起来非常的艳丽，而且百褶裙也是很时尚，秋冬季真的主要就是保暖了，小仙女们肯定特别喜欢白色的毛衣，毕竟白色是百搭色，搭配什么都好看，而且白色的衣服穿起来更加的显仙气，搭配上驼色的长裙，黑色扣子的设计真的非常的细心了，白色平底小皮鞋的搭配也与衣服颜色相呼应，衬衫也是女神的最爱了，将棕色的长袖衬衫领子开掉一两个扣子显得不那么死板，而且露出的锁骨会给人一种诱惑力，棕色长裙的搭配也进行了一次同色系的碰撞，深浅不一的颜色也能轻易将上下半身分开，黑白链条包包的搭配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款毛衣真的是很服气了，那么多拼接的颜色看起来一点都不别扭，反而还有点好看，要说到服装的搭配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不然搭配不好的话会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一款非常有气质的杏色包臀长裙真的是非常的明月风了，衬衫元素一直都是女生们喜欢的，但是如果将衬衫加长成连衣裙呢，那也十分的受欢迎啊，简直成了爆款，搭配上同色系的高跟鞋让整体的颜色都得到了统一，黑白链条包包的搭配
也让整体的颜色不得单调，提升了整体的淑女气质。怎么样 ，Vera 家的衣服还是不错吧？看起来真的非常好搭配，而且很时尚呢。价格也是属于常人能接受的范围。如果你也喜欢这些衣服，想要买来搭配搭配，那就赶快行动吧。好货不等人哟。关注梅姐，时尚搭配不迷路。